你看我厉不厉害？我讲故事比赛得了奖状。厉害呀，故事小能手是不是？是。看一下妈妈有没有奖励给你。好，那我去找妈妈了。妹妹走。哎，这小鬼。妈。去拿奖励了。奖状给我看一下，故事小能手，哇，你讲故事啦！妈妈，我要奖励吗？那我看一下我要奖励你什么，对不对？明天有个去动物园的，妈妈带你去动物园好不好呀？好。去看看动物，给你们长见识好不好呀？好。走，收拾东西。好的。那你等会好好吃饭，晚上早点睡觉呀。Until the day we die.